瑜伽是一项既健身又减肥而没有任何副作用的运动。现在办公室工作的和在学校上学的仙女们都比较缺乏运动，明明什么也没有干而身体没有力气，练习瑜伽就会很好的改善自身的身体情况。瑜伽其实也会上瘾的，看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，身体线条越来越好，你还想停吗？长期练习瑜伽能达到强身健体的作用，同时也能够增强抵抗力，比如说能够减少感冒等疾病的发生，能够保持身体中的各大系统的状态，同时也能够调整生理机能，达到强身健体的作用。小仙女们或许会感到练瑜伽减肥的速度确实会慢一些，因为它在燃烧热量方面要相对少一些，但是减肥速度那并不等于无效。而且缓慢减肥的好处在于，即使突然中断练习，反弹的速度也同样缓慢，这是有氧运动减肥所无法达到的。一、金字塔式。一、瑜伽山式进入，两手自然垂放身体两侧，打开双腿，两背肩宽，身体前屈，挺直背部，打开脊柱，腿部与身体成直角，膝盖伸直。二、呼气，腰部绷直，膝盖保持平直，拉伸腿部，脚掌着地。三、双手放在脚腕处，拉伸腰部，稳定身体重心，视线指向腹部。四、吸气，尽量宽地抱两腿分开，正常的呼吸，保持此姿势20秒钟或更长时间。二、鞋子式变体。一、瑜伽筷子进入，膝盖着地，食指交叉在前方向口，将两肘靠地，护住头部，两肘区与肩膀同宽。二、头顶着地于双手间，吸气，两膝盖离地，小心的移动两腿向两瑜伽肘靠近，使臀部为最高点，类似一个倒转的 V 字。整个过程保持两肘始终在地上，而保护头部和颈部不受到压迫。三、呼气，腹部和下背部用力抬起两腿离开地面。四、右脚放在左脚膝盖处，均匀呼吸，初学者停留此姿势约10秒。三、站立前屈式，一山式站立进入了，两腿伸直，手臂自然放于身体两侧。二、吸气，两臂向上伸展高过头顶，掌心向前。三、呼气，身体向前弯曲，手抓住在脚的两侧。四、吸气，头尽量抬高，充分伸展脊柱，双膝伸直，自然呼吸。五、呼气，放松头部，身体尽量靠近大腿，自然呼吸。六、吸气，保持自然呼吸停留片刻，呼气，放松双手还原体侧，闭上双眼放松。小咖瑜伽体式已经介绍完成了，学会了吗？总之练习瑜伽好处多多，健康有益，大家不妨也加入到瑜伽群体的队列中，为自己的日常生活增添一份更加健康有活力的光彩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